小宝，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说的话心生怨恨。请你再多给我一点的时间。李莲花，不应该叫你李相依。你我一路走来，只有我对你推心置腹，可你呢？多少次答应我绝无虚言，可到头来是满肚子谎言。那算计人心，谁也比不上鼎鼎大名的李门主。是我看错了你，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信不信我此刻就为我爹报仇？今日你我犹如此地，从此以后